你曾经想做出美丽的概念图，却碍于不会手绘吗？你尝试学习过 3D， 但花了好多时间学习，仍对软体不熟吗？你每一次用电脑渲染你的作品，就要算到天荒地老吗？恭喜你，学习这堂 Octane Render 的课程，可能是你市面上最好的选择。Octane Render 不但是许多知名创作者 Beeple、Ash Thorpe 常使用的工具，网络上的素材和资源也是包山包海，基于无偏差方式的渲染引擎，让你很简易的就可以创造出超级逼真的画面，而且省去大笔算图的时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ny， 我使用 Octane Render 跟 CCD 已经有三年，我跟许多线上的音乐人和设计公司都有合作的经验。就算你没有深厚的美术底子，别担心，因为我也没有。几年前我才从商管系毕业，那个时候我不会画画，也没有任何资源开始学习，因此我特别了解自学的困难。这次我跟 Yota 合作开设了一堂完整的 Octane 课程，省下你摸索学习的宝贵时间。我会从 Octane 的基础跟材质进一步带你认识灯光，如何用影像叙事，让你了解创作的概念如何在你手中实现。最后我会实际带你们制作两个专案，分别是打光跟 Cyberpunk 的街道，从无到有解析每个你最想知道的细节。购买我的课程，你不仅可以得到我以往从未公布的自制素材包跟贴图，还有所有课程里面的 C4D 档案。我也会在课程讨论区跟各位讨论你们的作品。达到一定的人数购买，我也会送出一张台币45000的显示卡 RTX 2080 Ti， 还有买断版的 Octane Render 的授权。就让这堂课让你学会 Octane Render， 赶快加入我们学习的行列吧！